家长和老师，亲爱的同学和观众朋友，大家新年好！这里是双语学校的春节庆祝活动，我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，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众所周知，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的农历新年。农历新年是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，因为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，所以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叫春节。春节的前夜叫除夕，除夕之夜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顿丰富的年夜饭，说说笑笑直到天亮，这叫守岁。过完除夕夜就是大年初一了，从初一开始人们要走亲戚，看朋友，互相拜年。拜年是春节最重要的传统习俗，拜年时大家都会说一些祝愿健康和幸福的吉祥话，长辈也会给晚辈压岁钱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红包。春节的时候会有很多种传统习俗，从腊月23起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，家家户户要大扫除，办年货，挂年画，写春联，蒸年糕等等。春节期间也会有很多种庆祝方式，比如说放鞭炮，看舞龙舞狮表演等等。为了庆祝春节，每年双语学校都会举办春节庆祝活动，在活动上展现了学生的才艺表演，如唱歌、跳舞、武术、乐队表演、话剧等等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餐和游戏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学校的春节庆祝活动吧。回顾篇是不是觉得很好玩？双语学校的每一个活动都很有趣，春节也不例外。今年的春节我们以比赛的方式来庆祝，我们为初中生举办了两项比赛，歌唱和古诗朗诵。在每一项比赛我们将选出两位优胜者，
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观看来自沙鹰初中的学生的精彩表演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我们大学服吹得当最激昂，最让媳妇放毒香，这是正为新的开始。新年到，新年好，祝你阿家的温暖。二月初景见草阳，露爱林深苔华，今日故乡景夜深千里，孤船听书作飞花，道主神章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途，守岁为炉尽废年，剪烛催干宵夜酒，道主神章一岁除，春风送暖，不求见面为通也，名字朝来满壁炉，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，不求见面为通也，名字朝来交易是久忍不使，一切见春是完。谢谢各位同学们的精彩表演，同学们不但歌声悦耳动听，同学们的朗诵更是声情并茂。那么双语学校的春节庆祝活动到此结束了，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学业进步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。让我们带着愉悦的心情一起期待新的一年吧。我黄湘怡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明年见。